自从1996南投玉山文学奖和美术奖以及特级产品开发竞赛的颁奖活动，今日闹热举办。这项全国性的文学和艺术奖的奖项是国内一大盛事，包括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来展现地方的风土民情和人文特色。另外，今年的美术贡献奖是甘明山，文学贡献奖则是林广来得到。借此表扬因不断创作，也用心推广艺术文化教育以及文学的发展。前方，恭喜得奖！2019南投玉山文学奖一个美术奖，选出了首奖一个玉山奖名次。官府透过颁奖活动来肯定一个鼓励到创作者努力。下一位得奖者，请往前一步。这项全国性文学一个艺术创作奖项活动已经超过了20年，累积了真丰富的文化资源。官府希望讲作为着青年朋友对外发表作品的平台，同时会使传承着国内艺术一个文化发展。南投县的文学奖哈，举办到现在已经21周年了。在21周年的过程里边，我们从作者的作品里边可以嗅出南投的感觉，尤其20年来的发展过程，以及地震之后大家接受磨难而创造出来的一些目前的一些成果。这边有三文学一个美术贡献奖，分别是林广一个甘明山。林广老师表示，家己细汉成长的过程根本无来接受到文学教育，是后来到高中的时阵，代替同学参加文艺营，走入到新式的写作，到现在50年，嘛因为安尼一直将用心来提供着文学教育。甘明山老师也是表示，虽然摕过着真侪奖，伫70岁了后，也会使得到一个贡献奖，是伊的光荣。我被感谢到家人来支持。贬低别人无法使你更伟大，赞美别人也不会让你显得渺小。所以成就我的是我的对手。今天要感谢的人当然是当年批评我的人，我要谢谢他。不断的推广心智教育，我在脸书上，我在网络上，我不断的去推广新式教育、散文教育，我到各级学校不断的演讲，我都对老师演讲比较多了，我一直在演讲，告诉他们你教新式要怎么教，你教散文要怎么教。另外，光复同时来进行着这个产品开发竞赛颁奖，希望鼓励这个创新也够更快，和环保的材会使加入日常的生活，体现着现代工艺生活价值。目前在作品都伫文化局来展出，你嘛欢迎喜爱艺术朋友会使前往欣赏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